佐德尼斯其实做的是煤的产业，成立到目前为止34年。董事长陈振雄先生希望佐德尼斯有一个传承百年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他希望透过承保这个与会来贯穿佐德尼斯要传承企业百年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与会跟意念。所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的美学还有艺术跟光影价值来呈现这个美感的空间。那透过沉浸式的剧场想要呈现的理念，就是从发现美、感受美跟安心美。在这次沉浸式剧场里面呢，主要是分为玉山楼写书以及塑像剧场。那佐德尼斯呢，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游客可以漫步在灯光交错的环境里面，所以希望我们在整个的设计里面呢，融入了整个巴洛克建筑风格之外，还要把佐登对产品的优势与执着，那游客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了解。那我们想透过这样一个方式，能够把美学这件事情的价值性提高更多。所以我们在密探龙血树的部分，我们采用了绘本的方式，透过灯光效果来彰显密龙血树原生的神秘感。在梭香剧场的部分呢，游客可以观看丘比特与赛姬的爱情故事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设计的星空花语互动。这两个剧场比较大的挑战是如何运用这15台的投影机，将整个剧场表现到完美无瑕。我们这一次选择 Optoma 做合作品牌，主要原因是因为 Optoma 是 DOP 数一数二品牌。在整个画面的呈现上，我们必须要运用 Optoma 投影机里面的特色，来去做到画面上的融合与拼接校正。选择奥图玛的投影机，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完全的避免掉，而让观众在体验沉浸式的剧场的时候，它的完整度跟丰富度可以一次的呈现出来。那除此之外，在机器上面还内建了 AI 智慧调整的功能，所以不管业主提供任何的场域给我们都可以打造完美的视觉体验。